竟人野外也找不到一颗那个白花岩牡丹，已经被采集一空了。现在要看都是在人家的私人庭院里面，野外的已经都找不到了。那白花岩牡丹主要它是，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阿妈在讲，讲那个白金外还是北台，拢有用到那个白花岩牡丹。那至于怎么使用哈，要请教专业人士。那我没有中医师的背景，也没有药剂师的背景，所以疗效的部分我可能会跳过。我知道，随便你啊。这个哈，前面这一颗，这一颗对，那个是台湾天仙果啊，台湾天仙果。那宜兰人讲的这山金蔗啊，有人拢讲山金蔗，我拢甲指正，山金蔗是山底